8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8:17，黑人帮我拍。本来是讲新铜器的部分，但是要先从中国古代史开始做，普鲁士中国美术史的部分。我也讲到陶瓷啊，一直讲到不同文字系统，还讲书法，书法因为本身先因为要解决这本书，要讲书法，魏晋书法，然后晋朝的王羲之吧。王羲之啊，王献之书法的部分，我们讲到魏晋南北朝的部分，后的背景，从佛教入进来啊，四个本书目到魏晋南北朝，我回来哦，我看，好讲到好，可以的话，汉隶基本上还写在木竹简上面吧，那纸还没完全成熟吧，只是东汉，如果是东汉蔡伦这个指标了。不见得还是他真的发明纸啊，那是指标嘛，好，你大概说前后纸大概的概念就出来了，只是所谓化学过程制造出来，不是西方的 papyrus 西方古埃及是纸沙草纸是编织的，基本没有经过化学变化，它是物理变化，中国是经过化学变化，是化学变化，纸彻底化学变化，什么纸破网啊，树皮啊，煮烂的糊了，不成一段。漆在那个烧火的墙壁上，把干弄干了，剥一下，因为纸很轻。好，汉隶呢？汉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纸的，还没有完全进入纸的。汉隶什么？汉隶基本上扁扁，那是其实上扁扁的，为那个特色。哎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就是刻在木头的，刻用刀子，用还没用笔，什么时候发明？如果蒙恬造的，蒙恬是应该秦的将军呢。毛笔，这毛笔出来还不见得有纸，毛笔基本上写在什么竹简上面。更早还毛笔原出来，毛笔哦，毛笔我们有熟悉的毛笔书法嘛，写在纸上面墨好理所当然不是。这毛笔之前应该是刀子吧？那竹简有了，刀子刻在竹简上，杀青哦，片子杀青，杀青青色，片子完成，片子杀青，就经过剪辑可以。播放叫杀青，那字是刀子在竹简上刻啊，刻什么？夹钩，刻在上面哦。然后不对，字写错，很多字都会写错，刻错嘛？怎么办？涂吧，抹，哎，抹，把那个痕迹抹掉，抹掉再刻，深一层。这来啊，铅那东西我搞不清楚，铅应该一种颜色干嘛的？要那种那橡皮擦吧。一口气杀青好，跟大字跟字也关嘛，就是刻刀子，刀笔刀，刻在竹简上，就刻在木简上面，竹简上面，就刻上去之后，像青杀青上杀青啊，我大致大概啊，就是刀子在竹简上动工嘛，书写快蒙恬，如果蒙恬的指标，蒙恬秦代的，秦先秦呢，秦才汉朝隶书呢，只如东汉才出来的哈。纸还没完全出来，还没成熟哦，还不普遍，基本还是竹简部分，竹简木简嘛，竹简木简基本上刀子，毛笔基本上也写在竹简上，还没有用到毛笔写在纸上。后来呢，真正书法出来，最近买水烧什么？法书最好最原始的法书呢？故宫传的最原始最早的法书，刚我们之前讲的绘画，我们讲法书法帖，你看讲魏碑啊。魏碑它是碑，好一个概念。南北朝的是南方北方大概念，南方北方的概念叫北碑南帖，北碑南帖，碑帖碑啊，那是碑背后有乐之金石，不是金跟石坚固的，传下去永久传下去，百年千年传下去。纸帛纸布，它就属于竹帛，竹帛容易毁坏啊，可以乐之金石，跟属于竹帛不一样，长久短暂。就像可以看你要维持多久，应该工具慢慢使用，慢慢选择，慢慢挑，好材料，书写材料，好，你好，好。法帖如果说我们台北故宫的，我所知道最早的法帖书法，什么王羲之吧，王羲之的书法，我讲个三帖，你知道吗？乾隆皇皇帝好喜欢文艺皇帝吧，乾隆皇我们讲随便讲，不要讲好记讲。金华他特别为了山西什么三件西游的书法，特别盖个亭子，山西堂，三件西游的堂殿堂，一个好几种建筑，他们供山西
打山西，山西有山铁，这个好，好不好？哦，王羲之快雪时晴嘛，还有一个呢，中秋铁有吗？啊，就很多很多铁，我没考虑山铁，好，大概全部弄一下，全部弄啊。中秋铁，快雪时晴的中秋铁、博远铁、远焕铁、丫头丸铁啊，平安河如凤凤姐姐都来了。那刚我讲的哪些一定有的，哎，很多吧，铁是吧？来了。快写诗经典，那不是王羲真迹，也不是王羲写。你看好漂亮漂亮，什么行书、草书、楷，好像好还唐才还没成熟。好，那个王羲之的快写诗经不是真迹耶，那磨的什么？后来唐代磨下来了，真迹在哪边？真迹王羲之的快写诗经在哪边？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在某个地方，某个文献留下来，什么地方知道吗？谁？唐太宗唐玄宗哦，唐太宗朝廷，当然陪葬品，这棺材里面都不见了，下去不见了，烂掉了，没有留下来磨的。从现在唐代的书法上，唐代书法再来一个，我跟你讲，颜真卿有过颜柳，你讲一个，你什么？颜柳啊？颜柳。颜柳还有你？柳宗元。有宗元吗？嗯。我说颜柳。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柳公权、柳宗元，他写书法，柳宗元是什么的？哦，是唐。哦，可我随便讲了啊，什么楚氏褚遂良嘛，对，褚遂还有欧阳询啊，嗯，还有很多吧，虞世南有没有？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多啊，大师辈出。讲个中正纪念堂，中正纪念堂上面匾牌“中正纪念堂”，上面是个横的“大中至正”，谁写的？应该是国家级的元，国家级元首，应该有国家级的，这国家级的伟人，国家级国宝级的书法，谁写的？不是普通，不是现代人。有时候欧阳询拼出来，我也是字帖。大个字，字体倒大，倒到腾开，欧阳询大，写上中，哎，找个中，贴上字正，拼出来大了。欧阳询听说了，我后来不就后来被贴上，我老忘记。我这导游跟我讲，大同是欧阳询，这唐楷就成熟哈，唐楷都汉人之间那么简单过渡吗？因为别名都变成，这些还很多魏碑，什么魏碑怎么回事？魏碑就是，魏碑是他还没脱离石碑耶。朴拙的，没有完全成熟的唐楷，这是魏碑啊，魏碑什么？讲个两个最重要的过渡型的过渡，从魏石头到唐楷的，大概是什么？双串，龙岩串、宝子串碑，龙岩串、双串，西南中国西南两个碑，这是经典。魏碑很多年了，我又看早期几十年一块，有人专门魏碑，有人偏偏喜欢那一套，有人喜欢唐楷，有人喜欢汉，不同风格，各随所需嘛。那魏碑有人说还顿顿的，怪怪的，不觉得太漂亮，而且朴拙不踏实，实在，很棒，而且若心兮兮，而还喜欢一些，我也不晓得，我有时候觉得汉隶漂亮，汉隶基本上刻在东西上刻。就那有些扁，那基本上有客观条件，不是说你一定要把它这样表现，那刻下去刀嘛，或者还哦，书法还没成熟，而且基本上还写，若写我写在竹子上或木写，有客观条件限制，那不是一般的直不容易发挥的，就有一些转角处，还有一些修正，有妥协，才有那个方方正正，那有客观条件，还是石碑上刻上去。更多条件限制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写书，我们看到书吧就这样写纸，哪那么容易？主要是写在不同材料方面限制，对不对？说啊那个字体完成时代，哦，那是过双串嘛。接下来哦，唐楷来了，哦，唐楷呢？哦，唐楷那王羲之那草书、行书啊，很多书，行书哦，后来那个日本空海和尚，唱的平假名、片假名，那就。用中国的部首唱皮甲片，还有中国，哎呀，我大喜欢 no 发的 no 那字，要汉，但是哎，有些是，就转那个 Brahmi 就所谓走笔，写书法
草书那些东西，别偏旁，哎，变成符号，变成东，哎，日本的文字符号基本的元素，而且过去唐书唐楷过去，那下来唐楷接下来呢，哇，大差不多，还有吗？这些变化也不大了，我大概还好，但是我注目法书，好，我先讲怎么样，法书部分，哦，法书好，讲一个，刚才讲那么多题，那铁啊，铁啊，我先讲哦，大家想。如果想到铁的话嘛，大师级的，大师级的铁，不是唐代了，唐代有功，那刚才讲一大，宋代哪些？我讲一个米费，米芾米费，米芾，我会讲的是米费米芾，搞不清米芾的啊，米芾啊，还有找还有一个，我印象深刻，米芾印象反而没有，米芾当然大师，但还讲个印象深刻，就是他是亡国之臣。王公子，但是他是苟延残喘，他下去，他存活下来。日本哎，去拍两岸故国，整个影集啊，两岸故专门拍中国古物的，两岸故讲，哇，要下我，我还非常认同的，因为亡国之臣，但是苟延残喘，但是他活下来，从存活一代大师，那个时代的画时代书法家，谁呀、啊？赵孟俯。赵孟老赵小赵、赵孟俯看宋代苟活到元代那一代，大家知道那个时代，因为他那么认同，哎，印象很深刻，赵孟俯大师，好，可以讲那宋代更多了吧，那你看宋代还有苏轼吧，苏东坡有苏东坡是宋代吗？对，苏轼好，那个苏黄庭坚是不是宋代？对，大概呢我搞不清楚啊，也很多吧，米芾是宋代的，好像是哦，搞不清楚元代的话好，明代明，那又明次大家吧，明次大家，我跑不去，我画书画也跑不去，什么四大才子吧，唐伯虎、铁丘下，唐伯虎、唐寅、李载，很多四大家不知道哪四大，我好记得没有在变，好，都不懂那个明代书画就跑出来，哎呀，刚以前讲书画说哦，随便讲，讲大很重要，随便讲哦，槐树，刚才讲槐树。狂草，张旭跟槐树，张旭本和尚，和尚写书法，啊，近代不严重，狂，他狂的有就狂，我狂的没到，狂的我看不懂，狂的就狂，潇洒，没有拘束，你说哦，公公整整的，唐楷公子、汉隶公子，我随便啊，潇洒。牛排、飞白、哦，画龙、哦，游龙、哦，龙飞凤舞嘛，高兴怎么的？就是转的很有理，哎呦，跟人家有共鸣，有后人有共鸣哦，我觉得好棒啊！你讲你画出我心跳，哎，有共鸣，好棒啊！就跑远远跑跑来这边看远方的来宾，那看你的宝物，你好不容易展出啊，两十年的展出，我还特别看人展，故宫每天都要画，不是每季都要画。看不对，你根本找不对地形，根本来了个窟窿空，像什么上次宋代那种大展，那就十年才一次，还宋代大部分没有，还部分精品展，你来还不见你看得到，哎，什么王羲之什么时候才出来啊？宋代说王羲之书法大展，你不肯出来，20年啊，30年来一次，甚至顶多一次，轮一次出来展一下，所以露个面跑进去，跑到库房，30年才一次。那我台湾的话，在台湾待着，我到外国怎么办？好吧，我不来一次，怎么可能？我等30年，台湾都看不到，在外国看不到，太珍贵，机会太少，很少，那个很薄嘛，那展出一下就消耗，对，就是你看空气什么湿度就调整，就薄物就是纸很脆弱的，纸很脆弱，无论很脆弱，纸更脆弱，书法是啊，我先看喽。看到一讲，刚才讲槐树跟张旭啊，黄土，讲虎溪三教，你听过虎溪三教？虎溪，他有个讲，他有说，哦，就黄，随便讲，哦，看到个书法，随便看，看很多，哦，啊，讲一个，哎，有一个谁啊？王羲之铁吗？在日本，二战时候在日本，在哪一个广岛？我干嘛？核爆干嘛？完蛋！没了，复制，再生，
出现展览哪里忘记哪里那个什么铁啊，王兴的铁，那广场热胀爆一爆爆变成煤。后来呢，靠什么复制？我听到传言说复制成功，怎么不晓得用什么材料都动物可以复制，动物啊血种可以复制，书法能不复制吗？应该不是有稀有，有可能吧？墨怎么复制？你看二学院社复制到中国国画，二学院社有量产呢。好，登记编号哦，这个幅画好，给你三幅画的配额，不是只能复制三幅啊？每一幅上百万元的经费，让复一幅三百万，一幅三百哦，三幅一千万，给你画一千万，复制三幅，顶多名额三幅哦。那但贵啊，这每一幅要精到精确。好 ，OK 吧？墨呢？叫墨叫讲究，墨在纸叫做纸啊，只要大量的纸要到位，纸这么材料啊，什么连成怎么都纸啊，成心纸也是很多啊，不宣纸还是基本，纸啊，纸的材料很重要，怎么样纤维纸材料重要，它墨呢墨要讲究，墨是或什么墨太多墨，你混墨一大堆嘛，好，墨要讲究，纸要讲究，还有怎么办？运笔啊，那个不，护着好，基本上又照相，就没有问题。那如果要丛林呢？这个太和丛林啊，哦，你一辈子也不出一个字吧？一个人的林，你慢慢林啊。树啊，树林，就是复制，就叫复制，就复制，有可能，啊，那个广老尾巴是复制成功，有可能成功。你要不要暂停看看结果？暂停看看结果。也就是美拍，很感谢感。